对呀、啊，开台，开台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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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久了。哎、欸，其实我想要回去玩一下、欸。世界还是 Rise？ 世界 Rise 还没吧 ？Rise 还没不是吗？对啊，世界好像有新的时装。啊哦，好像是可以回去玩看看的，嗯，有酒可以回去玩。然后说巨魔之地，巨魔之地，巨魔之地。哦，对，那也是一个很浓的游戏。你们在巨魔之地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没玩了。没有，巨魔之地还没开。我有开啦，我开完之后就没玩了。哦，对，因为我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把他的主城市的主线破完，我就没再没啥没啥开了。这么闲。不知道是那个谁掉线，那个游戏，它主线其实没有很故事剧情没有很重啊，你怎么没有继续玩它真正核心的东西？没有啊，就像 POE 跟暗黑破坏神一样啊，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是第一轮玩完正要开始的时候我就没玩，它的核心的环法的时候你就没玩了。对啊，我掉浓度的时候就不玩了，没办法，我都是看剧情的。好啦，上课啦，上课喽！今天呢，我们的赌石系统终于上线了啊！终于好了，超棒！是不是？我先赌了，讲一下，赌石就是你挖矿有几率会挖到那个赌石。那个赌石呢，怎么开呢？就是你要放这个叫什么锯齿机还是什么？切齿机，切齿机，切齿机。哎，他就直接把它 Q 上去。哎，你没 Q 到 ，Q 过头了 ，Q 过头了。嗯 ，Q。哦，哦，然后有几率会开到一些什么特别的石头啦，或者是哦有哎，哦，钻石，好狠啊，狠狠的吸，很吸，很吸 ，HY HY HY， 哦，那不是有吗？要换工商吧，要换工商吧，这是我的。好啦，那今天其他呢？原本想要赶着就是上一个叫。野外遗迹的这个系统，但还没做好，还没做好。嗯，等赛季过，等赛季过，赛季过，赛季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那就自由活动，哎，乐透，乐透，乐透，先去切一切，切切一下，切什么？切那个赌石啊，切乐透也切啊，我的手又饥渴难耐了啊！我只剩三个，之前活动送出去，嗯。然后预告一下呢，如果装备啊什么的，如果可能有一些几条什么攻击比较多的啊，或者是生命比较多的，想要做装的可以先留一下啊。做装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之后可能装备跟装备可以合成之类的。哦，这样变十四条属性吗？十四条。夸张啊！我要一集装十条攻击，胃口都养大了，都只能浮夸了，不浮夸都不行。不怕抖啊！够浮夸，我不要。对啊，这不行啊！强还要更强，错。我要最浮夸的那一种。被降 key 了，真的假的？降 key？ 谁被降 key？ 现在开始有点电的。不哦，喂喂喂，太小声了吧？你怎么去哪？你去哪了？小声到不行。喂，有了，你好，你好，你看我的谁？你刚。你刚刚是那种小蚂蚁在叫、欸，哎，对吧、啊？就你现在讲别人的坏话，哎，现在正常了，正常，现在是正常，好奇怪啊，很长很长，哇，十六个赌石，赌石我要去玩，它的几率是什么最低呀、啊？应该是特殊石头吧？哦、对，哦，100颗宝贝球之类的吧。人家切石机怎么大师球？大师球那个还真的没人抽到过哎、欸，我也没抽到过啊！哇哦，石头家庭啊，大师球，大师球，它的低几率是几趴、啊？倒没有到太低啦啊，没有那种很极低的，好像我记得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你要切很低，我看你切，我看我没有，那时候我请假哦，哇！哎、欸，我再切出四个玉髓碎片嘞、欸！哦，好狠哦！我八个，很切很切，很转转转转转转。是什么？重置石，我不要重置石最多了。
最多的就是重置石。哦，这是什么？又是重置石？我靠，那是什么？重置石。哎、欸，等一下，你的重置石有两个版本呢，切出来会有两个版本。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时候会变这样子，就拿去重整就好了。哦，我的是洗能石。那我自己切换重整哦。啊，好啊，好，那就先这样吧。哦、观众的眼睛是雪亮。嗯，洗能石三抽中洗能石，好爽。没有、啊，我们上面天堂不是有那个按钮是可以直接重整？哦，有哦，对，忘记了。对啊，啊，来不及了，我自己手动了。来不及的，日头哦！我中了好像五颗重置石，一颗洗能石吧。啊，我两个真能。咦？不过我觉得最大收获就是玉髓碎片，四个哎，他一次四个哎，好无情哦。就等于直接换成一个锭哎。对啊，很爽哎。然后一个锭可以直接换40颗钻石哎。转翻转翻，几率其实不高，我记得。所以玉髓碎片是最低的、哦。不是吧？低几率比较低，偏低的低几率会出，然后数字高也是低几率。嗯，哦，所以你是很低几率中的低几率。那杰克，你下礼拜完蛋了。哎、嗯欸，这礼拜三你完蛋了，怎么办？完了，礼拜三完了，又完了。你这礼拜三是两只 SSR 要？哦，好烦哦，好烦哦。不是一只，是两只哦。这么100抽还有保那个吧 ？SP？ 对啊，没有啦，不是啊，是保未收入啊。会收入啊！我记得他还好像一个，还有一个 SP 的。嗯，请问刚谁在丢垃圾？谁丢垃圾？丢什么垃圾？丢到我的烤鸡场里面。又是谁？还有谁会丢那边？有谁？可是我今天没有过去啊。还是是上礼拜的、啊。再去十万格吗？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打完了。哎、欸，为什么还会丢到这边啊？嗯，他不是会吐到岩浆里吗？嗯，他岩浆里。岩浆吞进去的时候，它会烧，但它烧的没那么快就被吸下去了。哦哦哦，好了，我收走了，收走。太对，不太对了，这些都是我丢的。抓到了，就是你。那我慢慢丢。就是你，丢失力了。我要吃在垃圾旁边里面的烤鸡。垃圾烤鸡，垃圾烤鸡。等一下，我明明就丢准，为什么它会跑到你？我明明就有丢准，原来是。还是有没有丢准的？对啊，我明明就有丢准，但是他却歪了。有个成语叫“落网之鱼”，就是讲这种东西啊。是吗？什么？落网之鱼？啊，打了。哎，你们那边会不会冷啊？啊，我外面其实就还蛮冷的。今天有偏冷一点，但有凉的，凉到没有到冷。對没有想象中的人。然后我今天从凌晨就开始下大雨。对啊。下大雨。湿人。我这里早上还是下大雨啊。没有，今天一整天都在下，完全没有停。真的。超冷的。今天出门还是风大吧。我们出门好像就是要下不下的。就我出门的时候。嗯。对啊。嗯、还好。所以你是阳南。阳南，阳南，阳光的南。那这样子，小雨是雨女咯。雨女，我是小雨啊。对啊。所以我是小雨、啊，所以很正常。所以你要找青蛙瓷器吗？我不要啦。他的出老千哦、啊，还是你是说雪是青蛙瓷器？那是你说的，你是在哭哦。完了，我可以造谣，你不能跟讲，我不要打。没事，我等要去聚会再讲。你不行。哦，他说你是青蛙瓷器啊？他说你是青蛙瓷器啦。他说你很会丢那个。很强啊，青蛙瓷器很强、啊。他说你很会丢骰子啦。阿旺呢？阿旺呢？阿旺还在那个，他还没回来吧？对，他回老家。阿旺啊，然后收到，他不是去回去打疫苗吗？还是没有？就是他是回家而已啊。事情回家，回家有事，回家对啊。哦，好吧，打疫苗特地跑到家里，跑太远了。小月不是吗？小月不是跑回家？不是啊，我是本来就要回家一趟，那个远的程度不一样啊。对啊，他是半个台湾的那波港，他是 U 字型哎。对、啊，那太远了啦，超远的呢。我那个一个小时就到家的，没有不算了。对啦，
小。完了，宝可梦玩太开心了。讲号吗？要带火把出门，没有，没带火把出。你可以装 OT Fire 就有动态光源啦，对不对？嗯。但是就会怪物申报啊。在家里。我找你了，我去找你，我去找你。有人在的呀。来碰。我想出去飞你。啊，来不及，我一会我是 RTP 直接出去。RTP， 那等下贝壳回去嘛。也是嘛，传随机传送十万个嘛。RTP， 五个玉髓碎片。哎呦，赚了！赚玉髓是做坏了，怪怪的。赚烂呢！我在偷看你魔哎。哎。哎，我在偷看你魔。还好，我只你只是想站很近，然后偷吸一两个。真香，真香！太坏了！你有没有看到我这把剑？我有点看，我有点很危险哦。哎、欸，他可以直接拿到魔石、欸，哎，好棒哦！哦，真的假的？对，赞哦！就不一定一定要去抢 BOSS。那有没有隐藏大奖啊？有没有隐藏大奖哦？对啊。喂，你们想要什么大奖？有大奖，好问题。钻石砖，轻松踩可以再买一个。哦，那好像也是蛮特别的哎、欸。多买一组。这世界最稀有应该就是那个吧，那个唱片那一块一千分之一的唱片吧。特殊唱片，特殊唱片哦。还是你要百分百加30%的券，然后超低低到不行，比那个一那个唱片还低。嗯，隐藏大奖 A B C。对呀、啊。大奖哦，我考虑看看，下一次可能搞不好后期应该会新增的。哦，为什么这个真的只是分开了？你是人家他刚不是刚就说两个啊？你出来的就会是那个，去楼上弄一下就好。你要去换他，简单。那个 take 的问题，我真的我也搞不懂，我研究好久都不懂。他有时候 take 出来就会跑掉，对，就奇怪。哦，同志死也太多了吧？那就混沌死啊！我也要十万个，好多。好，今天大家都要在外面了。对啊，乱石头啦，因为我们太久时间都只能打到重置石了。对。现在至少可以装到其他石头了，不错了。对啊，宅太久了，出门运动一下。钓鱼钓太久了，该做其他活动了。强制大家出门。我挖矿啦。嗯，我呀，该挖矿了，稿子已经饥渴难耐。好了，可以往下挖了，团。挖，没东西了，叫你挖，你就挖，挖挖挖，给我挖，挖，挖，不要问那么多。挖这个啊，我之前忘记挖什么会掉了。他就是矿物都会，他是用幸运搞的吧？没有全部啦，不是全部，一定要幸运一哦。嗯，我记得有黄金。反正都先用丝绸之术挖起来，回家慢慢用那个幸运镐挖就好了。对啊，对啊，嗯，我记得好像是什么铜、铁、金之类的吧。铜也有，铜有啊，铜有，铜有。可是铜真的加一好像是铁没有吧？铁没有，铜有，然后铜金，铜金跟钻好像是吧？还是绿宝石？我忘了，不知道，忘记了。去看看我有没有打。我回来干嘛？我回来干嘛？我在干嘛？你要给我一千万？会呀。回，听者有份，听者有份。我已经失去你我的户头了。好的，记得。哇，我们没有那么贪心啊，一千万太多了，我200万就好了，谢谢。我10%，10%，好不好？10%。他们说铁也有哎。也有吗？我记得个矿没有哎、欸，是有一个青青石吗？忘记了，是青青石还是红石？不知道，忘了。靠！哇，我现在可以无情站 A 哎、欸！哦、oh, ，攻击力哎、欸，好像是5的吗？至少1好了。哎、欸，哇，我可以无情站 A 了，真爽！好爽啊！有谁在外面？Hello。团团，我在外面。
你不是也在外面？大家都在外面。他比较想你啊。差不多吧，大家好像都在外面。恒星也在外面啊。嗨。我在地底下。我还在陆地。我死，现在是不是挖矿时代啦、啊？是，进入已经不是钓鱼时代了。对啊，钓鱼时代已经过了。啊，我到负60嘞，好低哦。哇，可以了，我可以站 A 时代了，真棒！舍弃一点攻击力。嗯哼。血量超多，可以站着 A。就是没有把防御撑高了。哦、对，血量也拉高一点啦，就他咬我大概两颗星而已，之前咬我大概四颗星，哦，差蛮多的。你带火把出来，哦，这下面的好太黑了吧？你们那边的没有人插火把、哦，我背错人，抱歉。没事。啊啊！没家，不过我等一下大家都回不了家，所有人都跑出去，就 TP 中心点就好了。对啊，我刚刚在半空中，哎，应该没事吧？没事没事，把酱油杀了就可以了。为什么？送你回家？不要，可以。还不想回家，在家宅太久了，对不对？要出门了。对呀、啊，该出门了，已经胖了十公斤了。哦，那你也是宅很久，那也是很多的呢。十公斤，说体重我好像有一阵子没量。你们会定期量吗？你那么瘦，没有，我觉得我。我觉得我这还是有，你去了，有变有一点点肚肚了。我不想你面前讲这东西，你先去。请问一下，请问你的肚肚是指多了0.1毫米那样？还是你的肚脐眼凸出来啊？肚脐，胖乎的、啊。你们凹肚脐变凸肚脐吗？那好像多蛮多的呢。所以铜矿到底有没有啊？铜矿有吧？我记得是有，但带比较低，带回去实测就知道了。带回去。那我来做超多火把。刚刚灯火灵。打灯火灵，这边找灵灯火灵是很猛的。幽灵塔打一下。每个人站好，不要动一下啊！发火把、哦，不会吧？哎、欸，有人在打副本吗？应该没有吧？没有，出来了。我在水下。脚的站在空气那格啊，不要脚下不要东西啊！啊，空气那格有东西，脚应该是脚上脚的那格比较有东西。要是空气方块啦，哦，不要有火把什么的物体之类的。嗯，一人一个奖励。我的妈！哦，什么？这么奖励箱是不是很好、啊？福利箱，今天的福利箱。哇、哦！我有三件玉水甲。哦，所以是这样随机的、哦，我都是钻石哎、欸，随机的、哦，我有玉髓工具跟哇，我也是，我是两个玉髓，我8件玉髓哎、欸，你太可怕了吧！我玉髓除稿子、斧头、帽子、胸甲2件，裤子1件，鞋子1件，玉髓小王子哎、欸，哦，其实我也差不多，我7个啦，可是我3把玉髓铲。对，小公主看一下哦。啊，那个马凯记得要收好哦，马凯是可以换钱的、啊。哦，对耶，我差点把马凯烧掉了。太瘦了，太瘦了。我再晚个30秒再讲。对呀、啊，你应该等他丢下去再跟他说。有人跟我一样只有钻石吗？你是几颗啊？我钻石很少，我只有钻石。10颗钻石，我钻石半颗都没有。不，我是说连工具都是钻石。哦，有啊，我有一个锄头跟不，我是说有没有没有是全部都全部都是钻石工具跟钻石的，有了吗？哦，没有没有，我有5件玉髓，没有，我还有玉髓工具，我7件玉髓，哇，玉髓小王子就是你啊，有人要哭了，云沼同温层，云沼同温层，没有同温层，完了，不是眼泪是哀伤。应该塞一点垃圾在里面，好像有点太好了，是蛮好的。我觉得有点过好哎、欸。可是你变成宿舍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吧。我觉得太好了哎、欸，你们这个是要怎样才能得到啊？这个是之后我们野外遗迹的箱子吧？哦，那就变成是你野外遗迹，要么就很难找，
可是你不觉得也是几率几率吗？你看繁星出错是吧？看几率的。我觉得太好了啦，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哭的。为什么听起来有默默的哀伤？我已经看到滴下来的眼泪了。什么？你还看不到吗？要哭给你看吗？不要！不要哭！有人说我没听过繁星哭过。会哭了，激起大家保护欲。会会。然后繁星现在已经在酝酿情绪了。他没有，他不讲话了，他睡着了。你不是开车刚睡醒吗？哭哭完就想睡啊。很想抱你耶，哭累了。太快了，我哭到凌晨三点，是三点整还是超过三点？谁？你哦？没有，我上次看到一张图很好笑，就有个女生说：“你知道我哭到凌晨三点吗？”男生就说：“你是哭到三点整刚刚好吗？还是有超过几分钟？”好烦哦，重要吗？太白目了吧？他care的点好奇怪，眼在哪里呀、啊？都care哦。哇，这男的很像我哎。哭到几点？对你哭到几分？有人在外面，哎、欸，我做个火把再出去好了。啊，我做一堆。你现在应该随机选，每选个人应该都在外面、啊。对啊，赌啊赌啊。我在家了。他说阿旺，嗯，阿旺你在，你就传，你传得到的话，你就要吓死了。真的会吓死的啦！真的会吓死。传到阿万家，你走在这里。然后总是要来，我先回来的啦。阿万亏了，今天没上线亏了。没事啦，他可能跟我一样，亏了一箱东西耶。那、啊、你有黑钥匙吗？你们？我有，我有，有啊，三个。那我没有哎、欸，我十五个哎、欸，我十八个哎、欸，我九个。你怎么黑钥匙？黑曜石小王子，我有九个金苹果。好了，今天轻松才不会有我了。没有吧？应该是这样才有可能。哎、欸，你反向搞不好会有反向、啊。没有，上次抽过了。现在岳飞。哦哦，你左上岳飞吗？岳飞啊，连装哎。嗯，好啊。我刚刚说随，你们刚刚说随便是 TP 一个人。没有，刚刚小雨有讲啊，你没听到？他说他在家。我在家。完了，再随便一个。嗨，我还在往下挖。我在切啊。你是哪里？杰克不能有听到小雨讲话。我哭了，他不想听我讲话。他不想听你说话。不想讲话。你看，你一定是因为前昨天的 Apex 的关系。哎，对，难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其实也没干嘛。你没怎样，我是跳悬崖而已吧。跳悬崖，直接跳到悬崖里面，我用机器要把它拉回来，拉不回来，笑死。而且那悬崖还很快，它可以让我那个有站立点。对，它是一个斜坡，它会慢慢的、慢慢的让你滑下去，嗯、慢慢爬不上来。享受痛苦啊，还不错啊，哇！让你明白什么叫绝望。嗯，笑哭哭的，好像不错这件。嗯，矿物是要用一般的幸运搞挖的时候才会。幸运一以上、啊，那一定要幸运一以上、啊哦。好，那我先带回家，然后再挖。对啊。你怎么讲起来很不妙啊？所以之前有问说幸运越高会越比较高几率出这个，后来是有还是没有？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一样哈。好，对。那幸运装呢？没有。好。那我要换回来一半的衣服。哈哈哈哈哈！我已经准备好了。要看小雨穿的装备比较像钓鱼装，嘿。幸运装有没有影响？我看一下，我记得好像耶，好像我穿烂了，我穿烂了，好像有的一样，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有的话，那我觉得深那我要再穿回来了，裝了要来借装了，再穿回来了。这样子，我要为我的工具抗议。你怎么可以歧视他？他也是可以打压幸运石。你怎么可以？没办法，十一，谁跟你十？幸运十一，好，不好意思，完了，需要证明。我要抗议，为你的稿子证明。没错、铜矿跟我确认一下，铜矿、金矿、钻石矿。嗯，对，铜、金、钻，对，钻没有铁，没有铁，没有问题。哎、欸，你刚好像。你看好像西瓜、冬瓜、哈密瓜。你看铜框、金框、什么钻石框？钻石框。
然后他没有幸运加成，也没有。好了，换回来，都没有。好，那我再换回来。好，那我不用帮他发声了。大家都没有，没事了。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没错。那地狱的那个不算吧？算，都算。哦，地狱的哦，对，地狱的不是一般的金矿，他挖出来是金地吧？你用那个烧的话，抱歉，没事。地狱的、哦，其实你觉得地狱要吗？我觉得地狱会量会变太多，会量产，地狱太多了，那不用，因为地狱很好，对啊，而且那么好花，生版有，生版老师，生版老师。松板啊，不是松板，松板，松板不是猪吗？那个啊，蜡笔小新的、啊。哦，哎，所以他到底是谁啊？谁？上次录影的时候，米菲在那边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松板老师怎样怎样，他最后还是没有解释他到底是谁，他就说他穿紫色衣服就这样而已。松板老师不就是蜡笔小新的老师吗？哦，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啊。其中一个老师，对啊，我不知道他是谁，整天在相亲的那个啊，嗯，哦，我知道谁了，玫瑰班老师，戴眼镜那个，对，另外一班的啊，他没戴眼镜、啊，戴眼镜，他没戴吧？你说的是那个很腹黑的吗？那个是园长，他、啊、是园长，那性别都不一样了呢，黑多人了，到底是谁？蜡笔小新。那个、啊、黑色头发、啊、那个吧，黑色头发、啊，对啊，对对对，我没看，眼睛尖尖的，我也没看。你不是说你小时候你爸妈不给你看那个吗？对啊，长大我也没，对啊，我也是、啊、没兴趣。团就是跟我一模一样的经历，对啊。我觉得长大你可以看的、欸，可以看一下小小，没啥兴趣。没有，可以看小新跟风间的爱情。爱情故事哦，那个我有看过啊，我有看过。哎、欸，你真的注意看，小新真的很照顾风间哦。注意看哪种？他有一集的话，他是因为那个中间跑去找他爸爸，因为他跟爸爸约定什么东西的。然后小新有注意到中间好像想跟爸爸互动，所以一直在帮他制造机会。哦，那他很贴心呢、欸，对啊，贴心暖男，就是有时候欠揍了给人。他到底有没有完结一天啊？没有，还没。也是每年都有电影版啊，好强哦！他、嗯啊、这不是也是都市传说，说他其实就是美牙的老公孩子都挂了，每个都蛮有，对啊，对啊，所以就跟哆啦 A 梦一样，都要讲那种超级悲伤的梦结局。其实大雄躺在床上不能动，对，一切全部都是他先幻想出来的。小智也是啊，每次所以永远都不会完结。小智是怎样、啊？小智也是打输什么大赛之后重创之后躺在床上一病不起啊，所以永远二十岁啊。永远都是他十岁，他都是他的梦。对啊，孩子都不会长大。哦，然后难道是要说他之所以永远二十岁，然后呢每次旅程都一定会至少有个女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在那个大赛重创的时候被女朋友抛弃这样。一可怜，你居然没有拿到冠军，我要甩了你！啊、我真要甩了你多台啊！你没有财富自由，我要走了，再见哦。哦，那个打比赛都不拿神兽出来，我走了。对啊，你看别人比神兽出哎，你还在那边乱放生动物哦，而且宝可梦那边等你。把笔丢丢在那边，再也没回去看过他。最讨厌放生动物的人了。你有想过你的喷火龙吗？对，所以他到底是为什么都不拿神兽出来打？他很少抓到神兽、啊，很少抓神兽啊，对啊，怎么抓神兽呢？对啊，他看到神兽都说：“哇、啊哦，这个是神兽、欸。”他说他碰到就：“哦，你走了，拜拜。”这样没有，他只有在友情的羁绊跟那个神兽，然后神打招呼而已，给他对神兽也没有给他抓的意思。他只有在电影版里面比较常遇到。对啊，对啊，都是电影版。哎、欸，拜托、啊，人家可是去揍了那个超梦一拳的男人哎、欸。对啊，其他都揍不到哎、欸，他揍得到哎、欸，他揍到哎、欸，其他的宝可梦连碰他都碰不到哎、欸啊，开玩笑，都被屏障挡住哎、欸，他是唯一一个人
可以打到他，因为他因为他不是宝可梦。有道理耶，人不是说人形宝可梦吗？单手可以举100多公斤的男人，真的，他可以把东西站在他肩膀上的男人。对呀、啊，那就更合理啊！所以我觉得那就更合理。最新版遇到那个神兽也不是他抓，也是别人抓走。一球超人抓的，被一球超人抓走，也不属于他。一球超人，他真的是一球超人。就是你知道红白球，你知道红白球，他其实每一颗都是那个大师兄帮涂红色上去，你知道吗？对，二批色大师球，对吗？啊不，他可能拿公园球吧，好不好？比较好批、也是公园球，也是公园球，笑死。哎、你怎么在那里？我从这边挖出来。啊，这里怎么有这个？啥？里面有杜鱼。哦啊，有绿宝石哦。哎呦，我是不知道了，我在深版岩城啊，然后突然挖到杜鱼，我是不太。好。有啦，我刚刚跟团团下来的时候，这边是偏高山啊。啊，你挖杜鱼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到处一直随便乱挖。啊！他被拉蒂亚斯亲过哦。谁被拉蒂亚斯？小智人形的时候啊，水都哦，对耶，哦、有哎。他最后要走的时候，哦、拉蒂亚斯是妹妹，哥哥亲了。哦，雅斯哦，哦雅斯哦。原来是那个雅斯啊！原来是雅斯啊！哎呦，怎么说你好像跑掉了什么？感觉好像变另一种番了。可是妹妹很可爱啊，她人形还蛮好看的、啊。对啊，对啊，哦、所以妹妹跟哥哥都可以变人形，然后再变哥哥。会啊会啊，有啊，你要不要看一下？真的看一下电影版，还不错。我们改天那个吃饭看电影版呢、啊？好吧。对啊，从超梦的逆袭开始。其实现在 YouTube 也有很多，就是那种就可以直接现在可以租电影，不是吗？对啊，还蛮酷，就蛮酷的。老实说，还没有认真去租过，我也还没租过。我有看到有这个功能，只是看到宝可梦，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奇怪的名字，名称超奇怪的。嗯，不过后面名称就不会怪了，都谐音了。什么？哎呀姑，哎呀球姑，球姑，哎呀球姑，然后叫拜露球姑。爱肉吧，配小猴，啊，小猴，那是什么？对，没有，他说有没有？有没有类似的？对，可是他后面超多谐音，那什么来杯茶之类的。好屌啊！做吧，不要做气耶，掉岩浆了耶。干嘛气要掉岩浆？没有，他传过来，我在岩浆旁边，直接掉到岩浆里去了。我在挖你，岩浆看起来太奇怪了。我想到岩浆池旁边挖挖看有没有钻石啊、欸？可是其实我觉得它的取名真的也是差不多了，也不能怪它，因为它太多代了。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没办法。那可能哪一天都拿古文来当宝可梦名字，古文也太难了。对啊，它有一些直接音译了啊，就没有了。比如说巨蛤蛛。巨蛤猪到底是蛤蟆还是猪还是就是头是猪，然后那个下半身是蛤蟆，还是一个猪摆出很问号的脸，还是一个蛤蟆打开里面是一个猪头，这样也不错啊。你想刺甲背的中间那个珍珠是一个猪，一只猪头，跳跳猪的脸、啊，这样还不错吧？哦，蛮可爱的哎。啊，可以哦，我觉得很可以啊，很赞哦。小雨有没有丝绸稿？丝绸有啊，记一下下就好，不会还的那种。你知道其实有人二创一个游戏啊，就是让宝可梦融合。哦，有啊，融合就两个，看起来很强。就他让你选两个，然后可以融合。对啊，别人在这、就是二创的啦，二创的游戏。感谢。我以为你要是说精灵游戏，精灵游戏、啊，然后里面全部都变成宝可梦这样。我还看过有人改编是直接训练家变宝可梦，哇，哦好有哎，然后去抓训练家，我有看有一个版本人家改的是全部都是娘化宝可，那很棒哎、欸，我玩过，哦，这个好像有听过，那个蛮香的，就各种改编版啊，各种娘化的，你说小那个皮卡丘跳莲花指这样子吗？
不是不是，他是变穿女装的样子，类似苦力怕变苦力怕娘那种。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小霞嘛，对不对？对。小霞使出水炮，不是他，不是不是不是那一种啦，不是，他是真的宝可梦变成人的样子，还是宝可梦？好吧好吧，我以为是这样子嘞。那里面的宝可梦也太少了吧？我一下怎么逍遥使出冲浪？那我每一只一定要学蹭蹭脸颊，好可爱哟！就那是小刚，我跟你讲。哦，不要不要。哎呦！小刚守地球上头。有人问说什么是水炮？因为呢，刚刚第一个直觉想到水系的招式是另一个，可是我觉得讲出来很不妙，我就没。什么？我觉得不能讲。不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行了，不要不要不要。我听不懂哪个啊？热水类的啦，可以解释一下吗？盐水不是热水啦，我们还没想到那里啊，小雨。热水，热水哪里怪怪的？热水还好吧？热水还好啊，拿一个热水壶，然后这样倒一壶。还是你要喷水？哈？有一招喷水啊，你生命值越高，你那个伤害越高。哎，有啊有啊，对啊，真的，我的生命值快归零了。而且我十公分生涯的那个生命条要归零，而且不要。去找吉利蛋，快去找吉利蛋。害怕害怕。以后去宝可梦中心，不是那个乔伊小姐是吉利蛋或幸福蛋吗？嗯，还蛮可爱的，蛮喜欢的。对。卡哇伊。不要！有人说奇怪招式了。什么奇怪招式？水流猎户。啊！爱靠腰。不 OK 不 OK 不要不行不要不要有这招有这招有啊有啊有啊水流裂波都没有学到啊不对因为我不是水系的对啊对啊我都只会精神强念而已我只会蛇田哎呀你更不妙哎对啊你更不妙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好哦、你不是还被抓走？我被抓走了，不是还被投命吗？要被抓走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啊，隔壁房，不要来我这边，隔壁房，不要走错间，不要走错间，是有猫的那一间啊，有猫的那一间。哎、欸，灭亡之歌，真之行。哦，他可是他的刑纲应该是刑罚，对啊，刑罚的刑啊。久违来做个火把了，没办法，一定要做火把，太暗了。真的，不然你也不知道哪里走过了。哦，小雨直接逛洞窟哦，洞窟矿比较多啊，比较好看到啊。我只是纯粹。没有我原本是刚在鱼骨挖一挖了，然后听到有洞窟的声音，我就跑来洞。哦，你会听呢？洞窟的声音，因为有那个。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边听你们讲话，然后就一直往前撸，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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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之前不是有什么矿物感测吗？哦，那暂时拔掉了，不是那个会那个吗？那不是会太卡？啊，那么丢可可多啦，金属音一下。对啊，可以看一下。我想一下啊、哦，那个可能改个形式，就不是那么频繁的。可以。因为现在感觉挖矿好难哦。写下来。要你重拾原位生存。不行，被养坏了。不行，不行，我只能玩我主生存的。玩不了一般的了。你们这样子不行。下地道听不到吉古德很痛苦。对啊，这个地道太安静了，我都没有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可以录我的声音下去，到底在里面好恐怖，动不动播放出来。吉古德，你说什么？走到一半然后他哎这样。你的走路声是那个哈基的声音吗？没有没有，那他们通常都念自己的名字啊，所以你要念。哈吉秀，哈吉秀，好烦、喔。哈吉秀，团团的是宝可梦会怎么叫？团团，
吞吞吞吞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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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超烦。哎，可是轰雷金刚线没有吧？没有吧？没有，我们上次直接放两只在他机旁边给他听，超吵的。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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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钻石就越多、哦，有吗？哦，对，好，那是理论上是啊，理论值是这样，嗯、对啊，理论跟实际永远都不一样，不一样啊，没有没有，就是如果没实现，代表你的那个就是实测数不够大，对吧？嗯，就那个零点零点几趴，要两百要两百个吧，可能对啊，你可能要两百万之类。你看，这时候有金属音就可以知道。准不准了？亮晶晶了呢，好棒！垃圾钻石，我来查一下之前自己的影片。嘿，嘿，嘿，可是你现在查以前跟现在的模式应该不一样了吧？一点一七版本没有改啊，它是用一点一七的版本，对吧、啊？嗯，它是用新的。那时候他是用先行版做的吧，我记得。God， 对，一般肯定不用。要挖金矿的话，大概是零到负三十五，所以大概负。哎，我记得一点一八好像会改，一点一八好像是都是埋在里面。又改，又改，又改，就很难讲了。好像是埋起来。就已经够难挖了，你还想改啊？对啊，再改都看都看不到了。哇。他要我们多多跟村民交易吧，可是之后的洞会变超大、欸，就不知道到底到时候怎么了。嗯，没事，走一走，走到岩浆里面。哇、哦，你今天很喜欢岩浆哎、欸？对呀、啊，三年。觉得天气冷了、啊。对，天气有点冷。泡个温浆取暖吧。嗯、好想去泡温泉哦。走啊！现可是现在不够冷啊，我觉得要再冷一点比较爽。不要穿衣服啊。你就去北投泡温泉，然后一下那个捷运站之后，然后你就把上衣脱掉。我觉得这样就很冷了、啊。之前你会先被抓走、欸，会先被告妨害风化。你不要全脱完嘛？不会啦，不会啊、叫你脱上衣了，又没有叫你全脱。对啊，對啊一样的啦。没有，那路上的阿伯全部都被抓走了啦，不会啦。不然你就吊嘎而已啊，不会。不然你就到那里啊，然后。倒着跑步，然后说追不上我吧？你好烦哦！好烦哦！哎呦，你知道前阵子才有好像有学校的学生去模仿，然后好像是后面用了类似哎那个很干冰吗？好像干冰，然后去用了一点色素，嗯、然后就让它冒绿烟，然后跑操场。什么心机的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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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被叫、哦、叫我妈。被救过，哈哈哈哈哈！这隧道感觉就很可怕。那天被救过吗？为什么被怕、啊？那又没做错什么事。没有，就是搞事啊！你又不能在、啊、在学校，又不能特立独行、啊。而且那个、啊、败坏那个校风之类的、啊。嗯，对啊，在学校就是不能干任何就是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嗯，大家都给我样，觉得就这是。就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没有道理要去管他们的、啊。没有啊，没有啊，因为你一个做啊，如果你没有制止啊，就到处你知道，到时候学校全部都是各个烟枪穿来穿去，跟国庆烟火一样，怎么办？我说你是心急的，我也是心急的，他我都是心急的，我二 B 是心急的。这里还有第五个心急的吗？对呀、啊，这种彩虹心急的了，什么颜色都有。哦，哇，这边太大了吧！垃圾、嗯，忍一下，忍一下。哎，这个洞，这个洞真的大。来看看，要不要大洞？哎，哇哇，大，有够大，大，好大，好大！你看，你看，你看，你们过来看，超大。你太棒了！哎、欸，真心大。哦，这哦，这么大，泥巴的，真的好大，长这样，真的很大啊！哦、大成这样子，哇！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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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想要就他想要跟他玩，就跟他对峙，嗯、结果那只猫刚好旁边有猫宝宝，所以那只猫就看着他，他也看着猫，他就往前一步，猫直接冲过来咬他，那他活该啊！哎乱乱的，想到什么？你刚在学宝可梦叫话吗？在叫什么？那个音乐啊？没有，我看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哎呦，在一个大洞里面的矿坑遗迹，但是它上面不是矿坑的样子，它是像铁链吊着那个。哦，有啊有啊，会啊会啊，它是空的，就会是那个。对，它会有那链子掉下来。铁链吊木头平台啊。对啊，好酷哦！啊，雨夜之前都没有去挖矿，对不对？它有啊，它有啦。我没有在这么深的地方长期待着。哦，因为后来它改这个之后就是这样。对啊，感觉需要水中呼吸药水啊？你没有水中呼吸药？帽子没有水中呼吸？没有，有啦，可是还是觉得很暗。哎，你那个洞下面还有一个洞哎、欸！是啊，哇，洞中洞、喔，我挖哇，你的洞下面还有洞？对啊，你的洞大吗？洞很大哦，又大又深哦。哎，洞很大，哎呀，天哪！哇，我的洞里面还有岩浆哎、欸！哇塞！别说了，我找到一个洞，它看起来根本就是在地狱，但是我在主世界。一整片的洞，一整片的岩浆海，哎，哦，哇，这个废矿怎么都没什么矿？很废啊，对不对？真的很废，确实蛮废的。咦？怎么了？那么的废啊？没事，我看一下。你这次改指令是不是也改到其他的指令啊？怎么说？哪个指令？因为我攻击书它全部都叠不起来，攻击配格歪掉了吗？对，而且这是都是刚打到的，它变成 NPT 有新的了、哦，新的都叠的叠的有点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说就可能去换一下书吧，自己去换一下、哦，书也可以换，是不是？嗯，楼上应该都可以换。之前是没有这样问题，感觉这一次好像不知道。嗯，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真的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吗？大家都不知道。都有这个地方有啊，诶，有啊，有什么？哦，恐龙啊啊！哦，钻石哦，是钻石哦，挖矿机的呢？煤炭是的呢，好像是七吧，没有练呢。等一下看一下，练到十等就有夜视效果了。哦，哎呦，摆摊摆摊有哎，我钓鱼钓到现在都没钓到十等。我现在好像是打怪吧，打怪有十，怪有十了，打怪有十。我打怪好像已经没十。啊，身上好满啊，都是书啊，哭啊，开了，焚书坑儒啊！我真的要去焚书了、哦。多带一点那个戒符盒啊！我戒符盒已经被塞满一箱了。哦、oh.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再拿更多戒符盒。再拿一箱，一箱一箱又一箱啊！这里好不像天然的哦。嗯，不然像啥嘞？够了够了，人工的，还是你其实真的找到人工的？怎么可能？那其实也是很有心，还有人去过啦，对不对？哇，别人故意挖成这样子。之前有一次传一万格，然后传到好像之前杰克挖过的矿道、啊，超扯。好狠，好像那个几率是多低啊？就是很久以前啦，因为我知道后来好像每一次重开之后，他既不是都会删掉一万格以外的。
啊，之前就以前的时候，也不是每次都三代哦，所以有时候没三，想到三、哦、想到三。这片好暖哦，嗯，我突然真的是身体在冒汗。哦，等一下哦，我做了跟哈基一样的事，白痴哦，我看到，我带水，你要不要？没有，这应该是安全的，我不管嘛，你要不要嘛？不用啦，你不要推了油烟箱啊，好辣，等下借符盒就不见了，拿一下嘛，我刚塞下去抖了一下。我原本是要塞石头的，中午石可以拿来量产吗？可以吧，可以，它上面倒水荧光，荧光什么的，美国那个也可以啊，你如果想要无限岩浆也可以啊。不不不，你要有一个中乳石块，下面放中乳石嘛，那上面倒水，它就慢慢往下伸。哦，它会长长。你可以做类似甘蔗机，然后倒过来。对啊。嗯。哎、欸，那个嘞，水晶洞嘞？水晶就不行了，水晶要去。水晶洞只能靠自己挖，不是？对，要现场采。现场采，然后你是可以就把它的那个核心留在那边，它会慢慢长。对啊。哦。不要把矿处挖掉。你不能用丝绸什么挖，它就是挖不起来啊，它就是不能挖。不能挖就是不能挖，对，叫你不要碰，你还碰，不给挖，好嘛，他跟我生气了，同意了，同意了，就说不行嘛，你为什么不听？讲了又不听，不要碰，不要碰，对啊，又哭到三点，好啊，先回去一趟，身上好满啊，我指令打好了，黑有酱油对不对？毕业吧。有人在家吗？没有吧。要不然你 TP 零零吗？对啊。哇，小雨是不是连不回来了？啊，小雨断了。对呢，他声音不见了。他什么时候断的？他刚刚就断掉了。最容易被发现不见的人。然后我发现，其实最近 DC 有好一点，可是还是有时候会突然大爆音。一点点、啊，偶尔某谁的音突然就突然那个音会啪会闭切一下，对，会闭切。奇怪，我也想回家了，有人在家吗？是养喉咙耶，想回家，想家了吗？想啊，来挖一下，看会出多少。他的家里炸掉了，家里爆炸。网路爆炸哇！家里爆炸跟网路爆炸差很多，有点多哦。所以我改口了嘛。我觉得小雨应该是连直播都断掉了。嗯，应该是。对啊。网路炸开就没办法了。嗯。他等下又说烂种花，种花店，他应该是种花吧？我也是啊。真的，我也是真的。这里面应该只有一个是我，我不是。可是杰克不是之后要换回来了吗？可是现在就觉得还好，现在好像他比中华还优秀一样。哦、是种花，你讲错了，不是中华，是种花。没有，可是你知道，其实 BB 是种花的底下的。哦，那好像就对，那其实没什么差。哎、欸，你知道吗？突然讲到这个，突然想到啊，前阵子大家一直在流传的 Seven 跟全家，其实背后的大股东，其实后来那个发现是谣言。是谣，是谣言，是谣、欸、你回来了，原来谣这么有钱，谣言其实没有，不愧是谣，不是同一个，对，不是，现在还是一样，不是同一个，所以他们开在附近还是竞争关系、哦、但是大润发跟全联是同一个啦、哦、那不是被买下来了吗？被买下来 了、嗯、啊，对啊，我刚进来的，你刚刚电脑爆了吗？我的网络刚突然断掉了。杰、欸、克，种花吗？对啊。杰克，我以为你说你回来你会先把它烂种。你有办法反复横跳过来再回去吗？不是，因为它很奇怪，我的电脑网络没了，可是 WiFi 在。啊，那就是线出问题啦，线的那个。可是又好了。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是完全不可能去动到线的状况了。会不会是你的小芝麻？你看我的那个铜，你看我那个铜墙铁壁。还是你的小芝麻从一边钻进去、啊？没有啊，芝麻在隔壁啊，他没有。不是你的洞下面。你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的那个种花，有时候网络断掉是这样哎、欸，因为我有浮动跟固定两个，然后我浮动连不上，但我固定连得上。我浮动是没有网络，但我固定还可以上网，莫名其妙。哎、欸，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突然断掉了，你就全断。对啊，就全部全断。小雨，你这边很香哎、欸。哎、欸，告他，告他，告他！你注意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我错。你先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你的用词。对不对？有点可怜。告告告！我今天本来就听到一些不是很对的话。我都没想那么多。小雨昏迷完之后，你讲出这句话，天哪！哦不！告告。告告告！法院很久没用了，差不多。身世结合，该告了，该告了。我认罪，我认罪。Gentlemen， 笑死！有人在家吗？还有人在家吗？没有，不在。你猜猜看谁在家？我猜猜有人在打王。你猜猜看啊、有一个人在打王，那猜是谁啊？音乐吧，应该就是那个安静的人呐、啊，臭哈记吧。安静的人在打王啊！你说臭哈记吗、啊？就是你啊，就是哈记啊，就是哈记啊！他飞起来，他飞起来，小心！起飞了，起飞了，冲走，冲走，飞走，飞走了！谁呀、啊？我在最后一秒过去，我来了！啊，说好的来的？没有啊！你是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当这个在玩狼人杀了。啊就已经都准备好了，准备要烫人了吗？趁现在，什么？谁说？死到了，死了！不好意思，打到，不好意思。你们那个打到是很恐怖呢，真的。啊？楼梯？楼梯是可以没有支点就铺起来的哦？可以啊，可以哦，可以。现在楼梯可以是？你是你是说看到人我还是手工的？哎呦，干什么？我不知道是，这应该是人为的吧？我去看你哦。我是不是在家外面这个？啊，对，这个是我那个指令那时候没弄掉。哦，我想说，我想说走走走，看到走走走。哦哦哦哦，是指这个哦。我因为它可以用地板门哦。这个是遗迹的某一部分。哦。可以。我们家附近有没有那个水晶洞？你可能要在下面找。我们家附近，我们家，嗯，好像没找到过哈。嗯，没有，没印象啊，没有。因为我跟你们讲，那个水晶直接挖掉了，直接给你那个潜能晶石。哇，直接就是，那我要去，我要去找了。我要去挖烂了哦。那去找吧。我开找了。哎，请问一下，定期就有东西。我在麦块打字，你们有看到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为什么不让我发送？你是不是上次把那个只显示指令？哦，你上次有关掉了。那时候在游戏的时候。哦，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更新刚刚把我站在岩浆旁边插眼下去了。哦，是因为这样他才不让我打字哦。对。哦。好，这个体验好了，十一十一十。哦。哦，原来是这样哦。对。不也。哦，干嘛？开心哦。嗯，没有，我刚刚用翘字，然后想说直接飞进团团的门里面，然后我就卡住了。飞进团团的里面。对啊，你为什么？你今天都很奇怪耶。怪的。不是说想一下呢？飞进哪里？不然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影月吗？我不想看那边哪边什么东西怪怪的。怎么了？我啊，好了。啊！你看团团那一间仓库，哦，仓库哦，哦，哦，人哪呀？我怎么会背你啊，白痴啊！你们怎么卡在那个位置啊？我刚才就背一背，然后就咚，然后就进来。那你也是蛮厉害的。哦，你拆团团家。哦。我们帮你找到凶手了。我放回去。你今天好多东西可以告哦。哦，开告开告，下集开心特辑，有钱，小坏坏，团团有紫水晶方块，有啊，之前留的，
想做什么？真的要找的话，去海上找会比较好找。对啊，我也想说去海上。记得海上有一个找的规律。嗯。哦，真的。对，就是你在海底看到有一块圆形的黑色的石头，你往里面挖，很高几率就是了。不是不是，因为海边很容易裸露伸出来。对，我之前会很容易亮亮的，对啊，海岸啊，不然就是整个是裸空在海中央的。嗯，哦，那酷耶！然后开始要地图要卡喽，好出门了，出喽，大家要飞喽，拿烟火，我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海。拿烟火，你传我。拿烟火，你传我。你家就是我家。你说偷人家烟火下啦？哦，是啊，不是烟火贩卖商吗？对啊。对呀，你自己不是烟火贩卖商吗？我就是回家拿、啊。哦，原来如此。原来你的源头。我家的坐在他楼上还没坐。哦，好啦好啦，你听起来也合理啊，听起来也合理啊。好啦，你既然都说，我们只能就对啦。不是听起来。我相信你啦，我相信你啦，好啦好啦，我相信你。好啦。哭了。今天先别票他了，他快哭了啦。我相信你了，我相信你了。他说你是不是加拿大的？你等下是不是自爆？爆了吗？二十几抽都没有玉髓碎片，哭啊！没有耶。嗯，因为几率用在我们身上。几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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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们家附近是没有海，是不是？对。对。挖矿有300秒夜视哦，这么的香哦。你死了哦。没有没有，我还没有，我只是看到那个叙述而已。哦。好棒哦，好想要赶快有哦。嗯。是不是该练的？可是还有要练好久哦，那练超久。练很久哎，他挖到矿才有，不是只有挖嘞。挖石头没有？对啊。如果挖石头就有的话，我跟雨月应该早就买。真的，你们挖那个就早就挖满。你冲过去就直接挖爆。欸、我听到 BB 声。对啊，我有听到。BB 声，不知道是谁。BB BB， 这个可是救护车吧？救护车啦。还是救护车？哦，那是救护车。救护车。我刚刚以为是那种。到部分频率就变成。对。哦，有了，现在完整了，被抓走了，现在响了，你要被抓走了，你赶快跑，爸爸的哦，滚冲，住在马路边真的就是这样子，哎，你睡在马路边，为什么？我住在马路边，我住在马路边，你为什么住在马路边？哎呀哎呀，我没钱，就只能住马路边，我也是哦，我是大马路旁边，那个雕像那是我家啦。哦，住在雕像里面，听起来蛮厉害的，很屌哎、欸。机关有点巧。对啊，你要看那个有没有大雕像，有没有那个头先给它转一下，耳朵扭一下，鼻子按一下，那个下面就有一个门打开，就可以进去了。就被那个警察抓走，破坏毁损破坏工，你怎么把人家头给扭掉了这样子？哦，里面还有一个箱子。在想，如果我现在改，改啊，改。经验值的倍率，我才刚刚挖完一堆，你这这样子挖，我不改，要气死了，要气死了，要改不改，不改了，不改了，改啊，不然就是要延长，延长，下一次也要，没有，我就是想之后改到那个啦，两倍之类的，那下一次要期间加倍，我们还要再要求 up。那我就要今天的矿都留着下次挖啊，这今天改了就不会动了，好不好？啊，不会动了，所以现在是有加了啊。我看一下，我才在上一秒挖完，我大概早就挖完了，五分钟前挖完吧。我很久就挖完了，我已经没差了。看一下我现在打怪经验值是多少？哇，是不是卡卡？69.40，那都我刚刚改回来的。你落的啊
啊我在哪里？我是谁？打一次零点一，那个是这样子的。哦哦哦哦哦。没了，没有。那个重置时，那个按钮在哪里啊？就是 pick 的，就是在天堂，天堂有一个在角落的商店旁边，商店旁边有个指令方块上面，躲起来那边吗？对对对对。再找一下，找一下，再找找，再找找。哦，嗯，就这个，这个，嗯，这个，哦，单独的指令方块。哦，我要飞出去了。好，飞飞呀、啊！怎么是在？没事啊，我都拿着烟火在外面飞。哦，团团，你的竹子。哎、欸，对，你要找丛林，对不对？我拿回丛林木了。哦，好。对我其实是想要很多丛林木树苗，我要在有那个什么，就是云霄飞车那边种很多丛林木。我想说这边有超多。嗯。还有方块的，我们的朋友。嗯，好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直接这样改。哇。哇。哇塞！啊，知道了，去地狱挖金子就很多。哦，你如果是要单纯挖那个的话，哦、确实单纯挖经验，先把经验挖上去。马戏也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啊，那这样看起来是直接去十万格外面找海比较快，是不是？对啊。我真的找好久都没有海。可以传我。你在海上了、哦，我在海底了。哦，阿霍伊，阿霍伊，阿霍伊，我要噼里啪啦蹦，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哦，我要在水里用烟火。哦哟，好、啊，哦哦，干嘛？怎么了？血压大了？我现在被。一大坨怪物追杀，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啊？他是会先背一个灰灰的，哎、欸，没事，对不起，那沉船，他是背那个啊，什么凝灰土包起来，背一颗球，灰土，对，所以你在海边其实很容易看到，就是颜色很奇怪的一颗东西包起来，所以他也算是海底的最上面那一层。会露出来哦吗？他生成真的很随机，他可能在高山里面的洞穴里。对，因为好像刚刚聊天是有人说 1.18 之后会全面改在只有深层洞窟里。对啊，1.18可1.17还是海底面就还是会有差。嗯，对，就是就不太会，好像1.18的洞窟跟现在的也差很多、啊。对啊，就基本上都会跟我们刚看到那个杰克那个超级大的洞一样。嗯。没有看到，不是这边那个海豚，不要搞啊，冲太快了、啊。动呢？有人在家吗？我来了。哼哼，一八爆！我说我不在家。他说他不在家。你会不在家？我还猜过来。有人在家？没有，那早喊。零零零二。那个啊，对啊，你零一百零，然后用跳石飞就好了。不然就是这样子啊。杰克那个不错啊，他是直接到天堂那边，对吧、啊？他会假死啦！听他叫啊，不好吗？啊，也是啊、哎，那个啊啊啊！你没穿跳刺啊、喔？你没穿跳刺啊、喔？不是天堂吗？你怎么怪怪的？你怎么怪怪的？你这到天堂去了？啊，上天堂了，上天堂了。问那么多，你就打斜线 kill 就好了啊。不是都一样要花那个钱吗？对啊，对啊。啊啊，早知道 kill 下去了。哎呀，你下次想一下、啊，直接 kill 回家就好了。不用这么搞纲，不用这么搞纲。对啊，回家一颗钻而已。没看到、欸，只有看到沉船。嗯，我一直看到沉船。为了练等来地狱，真的是好赚呢、欸。
等下你几等了？我刚说来转，然后现在已经刚好来说来转的时候大概七等，现在已经八等半了。好的，好扯哦。那我要去跟抢了。可是又没丝绸的挖哦。要用有丝绸的，要用幸运的，用幸运啊，直接挖幸运吧。没有啦，我是说哈基的练等啊。啊，对啊，就只是效率，就是把它挖掉而已了。就单纯效率挖哦。对啊。哦、嗯。怎么你想要来吗？没有。有人想要来练等吗？我只是好奇。在找发家致富的道路。我在我找其他的海了。我在努力看能不能赶快凑到那个更多的钻石。有凑。所以没有人要，没有人要来我到这哦啊。你很危险。刚刚有一个原本要过去啊，好像很难过。晚点呐，晚点。你好像在飞了哦。好了，看四十五分的时候有没有到好了。想做坏事，没有人配合他。对啊，太伤心。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岩浆边了，对不对？对呀、啊。那我们都想得到了。哎呀，哎呀，大家那么熟了，太熟了。看看酱油啊，反你就出事了。对啊，我原本不会死的。那是你自己传过来，然后传过去死掉的。哦，我这边有之前挖了石英呢。哦，石英没有挖起来，没有挖成那个的，还是对对对，丝绸的，丝绸的。你把它练练轻点，挖一挖。那我再跟团团借根幸运膏，拿多一点时间。哦、欸，不是、欸，为什么 boss 在我们家？打啊！打啊！打！转换你打了打啊！不打了，好累啊！不打，有客我飞你哦。好、啊。哦哦哦！你要跟小雨借龙头装。借斗斗装，那你可以等一下先跟杰克拿一个他。好，你做斗剑。对，斗剑。哇！你让我尾吗？你要穿西装，你要穿西装。我穿了，我穿了。来来来，看看多少？觉得很多。64个，没有。没有啊？好吧。那64不是最多、哦？六十最多了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之前不是说上限是二级最小，他说其实他是保底了吗？哦，太多海草了，我看不到。海草啊，海草啊！这个里面竟然没有藏宝图，你很难过吗？嗯，有一点，小朋友都把它挖开了看一下，有没有藏宝图。不然你去每个沙滩的chunk中间去挖，有没有？不用藏宝箱，每个都挖。哇，那他很拼耶！生活骇客耶，这是生活骇客。对呀、啊。哦，我竟然哈烟的时候，打哈欠的时候有白烟出来了。吓死我了！ Oh. 我想说你哈烟，想说你什么鬼？好，我想说你是不是要没有解药了？你这样很危险的、啊，对啊，吓到！救我！不喜欢把你拉出来。我最近有点穷，钱都不见了。不见了，太危险！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作息现在乱掉？作息乱掉，你不是说你最近作息大崩哦？就那时候打完 BNT 之后啊，哦，结果打完睡不着、啊，打完就睡不着，然后就怎么办？我已经三天了，三天只睡了大概四小时，很扯，我是完全相反的人呢、欸。对，然后直接睡烂呢、欸。然后第四天就天直接就整个大就整个完全相反了，所以我刚刚才会说早安。太久没睡了，对啊。他今天早上问我说：“你打完 BNT 会不想睡觉吗？”我说：“没有啊，我三天睡烂。”我说：“啊，我还没睡。”我一天睡十几个小时。
然后他十几个小时，他说他在家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睡。我在家也没事干啊，我反正就直接睡。哎、欸，你家里也还有宠物吗？有啊，可以跟他玩、啊。我不要，好累哦！我家的贵宾狗太疯狂了，好累哦！哇，贵宾哦，哇！对啊，然后另外一只猫啊，那个猫是完全不想鸟人。啊真的假的？你知道猫不想鸟人，我还会去怎样去戳它？背包哎，没有，我这个太多地方可以跑了，它会直接跑不见。没有啊，我就一直跟着它。啊，这样很累，要一直上楼下楼上楼下楼上楼下楼，然后就走一走，不时一直回头看，然后对我喵喵叫，然后还打我脚。不要再碰我了！我真的觉得 Tommy 现在对我的印象，现在对我的印象就觉得我超级爱捉弄他，很烦。他之前也很喜欢吓你啊。对啊，所以现在我反其道而行，换我、啊。就彼此彼此吧，对吧、啊？彼此彼此。他真的是最傲娇的存在。哦摸他不要，然后呢？但是只要一拿出东西跟他玩，他又玩得很开心，就乖。他就只要有人跟他玩了，你不要摸我，我就只想玩。对、啊，对，我要找你玩的时候再玩啊，其他都不要的。我要找你玩的时候，你必须陪我玩。我不要你的时候，你滚远一点。没错，现实，现实，现实。他在当好一只猫，当本分的猫。对。如何成功的成为一只猫咪？他是一只胆小猫。对他真的很胆小，像刚在示范的时候啊，团团在拿那个拿那条鱼在逗他，逗一逗他会跑、嗯、跑走跑到客厅，然后看到我在客厅看电视，马上滑嘞滑再滑回去，滑到我这边，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是就是一个杆子上面有绑那个发发那个时候给的那个鱼。那个猫草鱼、啊、对、嗯、然后呢我就是在地上抖抖抖，他就想来抓，然后呢我只是把那个鱼往上抬高一点，他就瞬间就是往上空中跳起来，然后呢转180度往客厅，然后呢再冲回客厅，就很像新玩轻跳垫，然后呢第二下是往回跳，他直接 tap straight， 对他就是那样子，他好猛哦，他身法不错呢，我觉得超好笑，想说你到底是多怕、啊、顶夜猫猫那个猫猫，他之前偷看一下那个，你下次看到那个啊，我怎么积分往上爬了？哎、他把你偷打、啊，小心啊！好像不错哎、欸，很猛哎、欸！你帮他开个陪玩呐、啊，猫猫陪玩，我就贴在门口啊，然后那个会上门就隐约跟团团。现在他自己只要有时候都看到我在那边逗他。对对，闹他！哎，我要回家。棒棒，找到了、那个。在家，我在，我在。哎，啊，下去了。你要下去了？哎，对，我给你拿斗剑。斗剑哦，嗯，斗剑。钟乳石方块应该不是这个。耶、yeah。找不到哎、欸，小雨，我要给你拿斗鞋。我也没找到，我在海里。你在你身上吗？对。好。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来这里。我要去 TP 你们喽。等一下。叭叭。等一下。叭叭。飞出去。好。拜。小雨，不要来我这边，我这边有个更大的一片海。有啊，我在这一个超大的海里面。OK。哦，这是什么？这个好大一个。没看到哎、欸，哦，这又是那个海的那个遗迹。发家致富的密码呢？对呀、啊。想想，如果这时候在挖矿，那个经验值在增加，而且搞不好你就挖到一堆技能金石。等一下，所以等一下，我刚刚其实老实说，你们在讲水晶矿的那一段，刚好头脑呆掉，没听到，所以是水晶矿，就是它就是潜能金石，所以其实就单纯挖到水晶矿也可以直接用成。对啊，所以你之前一大堆，然后弄掉了。我弄到哪里去了？我忘记了。没有，现在新打到了才会有，就是掉那个东西。哦，是这样。哦。但是旧的原本的那个水晶就不会有出现。原本的不、啊、反正现在打、哦、你要做望远镜，你可以拿那个潜能镜子去做啊。哦，好。那用潜能晶石做的话，他有没有看到潜能晶石啊？
那我可以就是跟探矿一起交火这样。可能按下那个望远镜有 X-ray 的效果有沒有，对啊。我可以研究看看哦。有很有想法咯。对啊，这样也不用一直侦测啊，就是对，你把那个侦测矿物的那个盖到那个打开望远镜的时候。不行啊，他还是要就是可能侦测你按着右键啊，岩浆按着右键就会有岩浆。好的，我知道了。好的，没问题。不要右键，右键，对，危险会岩浆、哦。危险的右键，我知道了。下去。那可能你这我还要侦测，就是你一直按着望远镜这样子，然后随时一直在侦测附近有没有矿物这样，真的有点还是会卡。嗯，啊？怎么都是那个、啊？我没看到哎、欸，我连看到一片都没看过哎、欸。我也没有，我也没看到。虽然说海边很好运吗？是看得到，就像人家讲那个啊，岩浆看得到钻石一样啊，已经裸露在那边啊。啊！我要死了啊！啊！水了，你抖抖到死了，太冷了，太抖了。你是不是恍神了？死掉前听到手机放下来的声音。对。偷玩手机，听到了，那我也是没办法了。这个就哎呀，乖乖去付钱吧。玩手机的代价一颗钻石。哦，我知道，我要先回家。是啊，我以为我可以啊，知道我不行。可以啊，不是你可以啊，你的角色不行啊。啊可以啊，你当然可以啊，一颗钻石而已算什么？哦，不用解释。是的呢，哦，世界好明亮。真的假的这么好升，我要去了。而且我要去练等了。他是给五分钟，不是给哦，我要给五分钟，好多、啊、好久、哦，三百秒啊。哎、欸，走了，因为我们先去练了啦，练、啊、完然后我们这样在海底下这样有意思比较好走了。对啊，可是他不是要挖一个矿才有吗？挖一个矿分钟啊，你要挖一个，你身上就带圆矿有没有？圆矿是不是？就带煤炭圆矿放着。哎呦，好像比较这样，好像比较赚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不走了，找什么？地狱了地狱了地狱了，走走走走走，他就是挖石吗？还是蹦？反正你看到你挖下去应该都有跳个经验加一，经验加一嘛。哦哦有有有，对。欸，谁在家里啊？我有挖掘加速了，我，我的挖掘加速180秒哎、欸。对呀、啊，好贵哦。你挖矿会越快，越挖越快，越爽。真的，你看，荧光石算矿吗？有经验吗？没有经验就不算了吧。是的，他没经验了。我不知道。跳经验都直接显示出来了。嗯。经验值一样写加一加一加，但是其实是加二吧？那不是加二都会写加二？加二会写加二，加一会写加一。那他不写加一啊？对啊，都加一啊。可是量很多啊，量很多啊。是啊。比在地底下走快。飞飞挖一坨，飞飞挖一坨，其实很快啊。不行哎、欸，那小雨的鞋子快爆了，不可以不可以，先帮你补鞋子。你是用什么刺？你不是应该找凋零花之类的？我用仙草也可以、啊。你不要穿在鞋子上吧？你拿在手上就可以。哎，可是有两个啊。有两个啊。你拿主手副手的、啊。主手副手，对啊，我副手是稿子啊。哦，你刚刚在修稿子。哦，你要修稿子是不是？对啊，我是要修稿子啊。哦。啊，我是拿剑穿鞋子啊。哦，了解。对啊，就这样不是双倍吗？还是没有？没有，主要是凋零花那种，它不会扣耐久，就不会再扣零回。哦，对呢。好啦，我还是去承担风险。你不要滑手机就不会有风险了吧？不是，它真的很久，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耐久太多还是怎样，因为我不知道啦。你讲的好像五点四点而已啊。对啊，就很久，你知道我一轮下来，然后五分之一还六分之一而已。其实如果有其实升怪塔还是有它的必要性，还是比较快，对，还是比较快、啊、对、嗯、打啦臭猪臭猪啊，团团我要借稿在箱子里面，在我这，现在在我这，等我一下、喔、啊我遇到堡垒了、欸、
PP 繁星，那我要去找一下之前陨月祭的坐标。哪个坐标？你看，我还特地改成加速的那个烽火的中介坐标。我感觉没差，感觉一样的。有哎、欸，你有记哎、欸，你好棒！你怎么又摔死了？摔死了！你什么？你直接刷255啦，很最上面。0250啊！我刚刚卡了一下。赶快啦，025啦！我要 TP 100啦，很危险。100需要点反应力。可以传10000。可以吗？可以。去了到哪？你就很高而已啊，就是很高，慢慢下来这样而已。啊！TP 喂，摔死！那再买 TP 回来。摔死！是，这可以练飞翔哎。哦，你说什么？不行啊！不行的，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样危险。靠腰，飞翔。读出来是不是？没有，他直接 TP 团团，没有他那么高踢过来会直接撞地啊！他脚趾头很痛，直接落地。他在坠落的速度，撞到了，脚废喽，脚碎脚碎，嚣张啊！天哪，这个繁星的科技世界第一，恭喜哦！你说那个安德哦？对啊，好棒。哎、欸，为什么打我？我不是穿黄金装了吗？那你们全部去死吧！你是我挖，你是我开人家，你怎么死啊？他们怎么这么痛啊？你是我挖人家黄金或开箱子啊？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挖黄金，他们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卡爆也是拿一个望远镜，有没有？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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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石头的那一边耶、欸，超远的、欸。他用 S Ray 的望远镜，对，好。我通通看在眼里，好狠哦！还挖，就是你，就是你又挖！我已经发现了，你跑不掉了，哭了！哎，我要去交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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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哦，还是比较快哦。哦，他是蛮兵哦，蛮兵不看那个哦，对啊。我不，我就是要做烂你，那我就没办法喽。啊，我不是有办会员，我管你。我想说，我还特地换了一下。嗯，我说要去朱布林的那个堡垒没差。嗯。不。那我就砍爆他们。要去复仇啊！切，打一次打一次。哦，宝贝宝贝宝贝。可是我不记得在哪一边了。忘记在哪里的。等级七。啊，这里还没启用哦。嗯，中介的还没启用哦。你说要眼睛那些啊、哦？对。比巴比巴比巴巴。十个。哎、啊、哎。哇！我打到了的。猜错了。你要去哪里？八，打错了。猜错了。打八八、这个、也行啊，这个来修一下钟好了。好、哦。哦哦，中队没有、啊、为什么有一堆生猪肉啊？你的钻石铲快坏了，修一下。他不常用。啊，你都来这了，断了就算了嘛，断了就算了。阿 B 伯 B， 八，不是这里0250，是这中介，等一下。啊哈呦，哎呦，哎呦。好啦，没有先回主世界。都坏掉了哎、欸，你帮我吸看看。送你回家，吸不到啊？好吧，还是要把这挖掉。没有，都试过了。是要挖深一点，还是它是显示 bug？
我觉得你断线了。我重开啊。它是显示 bug， 它不见了。哎，不对，要出现。烦了。哎，对耶。什么东西？地上的青金石。哦。对啊，打副本哦。哎，对。记得打哦。哦，对呢，我还没打哎。我在找猪报仇。谢谢。那个夜视跟幸运的效果是我挖的时候就有了。哦，想说刚一直没触发。幸运跟对啊，就是挖的几率会有啊。哦，对啦，只要中一次就可以挖用很久了。对啊。我在干嘛？稿子啊？稿子还在你那吗？还是换人了？对啊，在我这啊。好，等你挖完。那我挖不完哦。那你还是先给我。我有一整箱的原矿哦。哦，好多哦。因为那时候在钓鱼啊，就想说矿存着好了。哦，那个从哪里？从世界哎，生存开始的，留到现在的。那我先去地狱再晃一轮好了，回来你再给我。你要去帮他报仇吗？没有，我只是要去练的。哦，我没有要报仇的意思。没事，我已经砍完了。哇，是吧？秘密村了。哈哈哈哈哈！一次。然后干嘛？我忘记了。地狱练等啊！地狱没有地狱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还有这定音。哎呦！打副本。哦，对啦，我要去打副本，走喽！哇，你好会帮别人想事情哦。因为我刚刚是跑到天堂去。哦，那我要皮皮团团。你们在一起啊？先打副本哦。等一下，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对啊，要不要一起打一打比较快？好啊。好，来，组队，我就在这边，我回去放个东西，我做红石砖，啊，怎么回事？你好像吃东西吃不到哎、欸，对呀、啊，我东西吃不到，没吃掉的，今天很饱，阿杰说你是 Tommy 哦。我跟你讲，就是之前不是都有什么各种券吗？对啊，你也没中啊。我们家里面我一个都没中。我也是啊，我三，我有哎，我完全都没中过。哦，我中一号，我一个都没有。我爸在那边群组炫耀说他中三个，我快气死。我中两个，我中一个。哎，等下我去睡个觉。哎，我也什么都没有。哎。那彩券孤儿，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家里就是在台北市嘛，然后台北市最近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有推什么熊好券嘛，嗯，然后我们今天就家里有出去吃饭，然后我们四个人嘛，然后我跟除了我以外啦，就妹妹跟两个爸爸跟妈妈这样，然后就是三个都有熊好券哦，直接抵1500。好爽哦！那你要听嘉义的很过分吗？嘉义的是怎样？嘉义是你一个人，你户籍在嘉义市，可以一个人领2000块，好爽哦！哇，你太爽了吧！所以我才回嘉一趟。哇，原来是这样、啊！我赚这2000块，我就所有事情全部都在那一天弄完。那我又回家又打疫苗又领2000块，那个2000块是现金是不是？现金啊，现金、啊！哇，我睡好了，我睡好了。真的是那个券了，超爽的。啊，像这2000块很爽哎、欸！对呀、啊，超爽的，好爽哦！你可以拿去吃爽的，买爽，怎么了？是现金。嗯。没有放光碟吗？还是什么？有要放吗？各一张吗？有就拿一些好了。拿个最少的之类的。哦，云林麦寮直接领3000，现在大家都比大的是不是？哇！对啊，麦寮领超多的，超爽。3000。啊，不是、啊，你要想，我们就是偏乡地区啊，可以买100个豆花哎、欸。哎，可是哎，这老实说啊，通常就很多都像你，就是回
回去领了钱之后也不会在那边消费就拿走了。就对啊，你还是没有别的限制、欸。其实真的要讲，我算一算我的，我就是刚好把高铁钱抵消而已。对啊，嗯，那其实对啊，其实好像也没有帮助到在地那个在里面的店家。没有，到那个新闻有一个就超好笑，就是那个市长在发嘛，他第一批的时候是那个市长自己有去发奖，然后就有那个是什么？里长吧，就跟他说啊，我有组织我们那个李明啊，大家一起去那个什么元山饭店吃饭，什么说，我就想说，人家给你就是在家里嘛，花掉，你还去元山饭店吃饭，笑死！他说他们就租了那个游览车，然后要去台北玩，我想说我是市长，我超气的，好可怜呐、啊！我打到蜘蛛了，超好笑，哭了。发了不是可以去其他县市啊？对啊，不是让你去其他县市吃的啊。可是你要发券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要登记啊什么之类的，有点麻烦。哦，像我就没登记，所以我没有。我也没登记，我有中但没登记。哦，没有，我是那个什么熊好券呐、啊，台北市的。对啊。那、啊、台南有吗？我这还不知道哎、欸。可能要去查。你们就都没有去了解，当然都不会知道。没有，可是数位那个我是真的没有，你自己去看我的那个身份证的后两码，我是真的是白的，哭了，真的是哭啊，惨，哎呀，卡住了，别人插头好爽、啊，然后后面就是怪物，我自己人的抱歉，啊，一直转头，一直哭，你快看着你，你怎么没插火把？这碰到。Oh. 没事吧？他说我那么抗爆，哇！你一个大爆音哎，要死！真的假的？我抗爆！你突然爆！真的假的？我很正常的讲话。我刚听是正常哎，我没有这个 DC 有时候会突然炸一下。个人端那边的炸，对对吧、啊？搞不好等一下你听到炸，但是我们听没有啊。对，你搞到苦力霸大啊，但我们听不到。哎、欸，卡一下，来我让你们跑。哇，给夜市真的太高了！我、哦、天哪，这是谁写的这么棒？哦、哇，太棒了吧！太棒了吧！太会写了，太厉害了！我要挖断一个撰稿嘞、欸！挖断撰稿？没有想说那是。烂的，我说就是不坏挖，没有坏了也没啥。哎、欸，哦，在我身上。你好，这个。华龙伯，在肖云那边。啊，我丢一张，我只捡到两。是不是跟团团打都会少一张啊？对啊。啊，哎、欸，对，我只有什么30%啊？还是他这改成30%是秘卷种？刚、啊、团没有 啊, 啊, 沒有啊那是额外算的，我们在你们这边那个是打女巫掉的啊。哦，是打女巫掉，打女巫会掉生命卷子。对啊，女巫那真的少一张哎、欸，我身上就拿到小鱼刚刚给的。为什么你打的都不会掉啊？不知道哎、欸，我是限定说那个 boss 是人为打死会掉。啊，我都用剑打。对啊，嗯，剑打出奇蛋。你是熊不是人？完蛋了！以后跟团团组都要三思了。可是我那也不是每次都没有，就几率性啊，超怪。哦，奇怪、欸。那这样反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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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来，我家丢到你身上是？丢给繁星吧。对，丢给繁星。你啊？哎、欸，当真。你这他丢一只 boss 在我旁边，我说这是补偿啦，不是我刚好在叠高，我刚好在叠高，他吃到我旁边把他打下去。还有谁酱油打了没？哎，对，我今天还没买，今天还没买乐透。怎么了？该买的，嗯，你也没买啊。突然看到身上的钱，才突然想到，哦，对，那小雨，你的鞋子在那个乐透箱里面，你记得来拿。
哇哇塞！你要让他被抽掉是不是？没有啦，我是怕丢地上你。你直接把它当奖励哦！我捡回来了，我捡回来了。偷中奖，小雨拿的鞋子。竹尾加马啦，那个我从隔壁拿的。难怪刚杰克说小雨你那边很香。我要魔力了，我要魔他。你耐久实在更高欸，有听到？我不要，我要实在更高欸。我要去，我要去魔力。不容易坏欸。那如果你磨到耐久，不是可以更高，不是更好吗？没关系啦。对不对？有啦。我要洗我。干嘛？我的血色。你做了什么事？因为我刚刚去探险，就血很少了，然后我刚刚差点体验动能。哦，体验体验，不要满血了。动能，想跟你打招呼哎，杰克，我已经满血了。他有办法让你残血，他还是可以吧？你忘记255打小雨吗？那我先让你残，那我先让你残血。你们先打一下，两个巨人的战争。魔逆转圈圈，那我要去看你魔逆转圈圈。哇，是这个一把是很快，一把是幸运很高。对啊，快还要更快。等下我要魔逆转圈圈喽！来了来了，爱的魔逆转圈圈没有按到，哎，是放哪里？他说没有，这是第一个台子吧？哎，这是潜能鉴定哎。断魔石是假的，我魔石是幻的，你要不要去旁边？因为你这只不是有，还是你没有潜能？对啊，你这没有潜能欸，没潜能没差吧？没有潜能的不能，没潜能不行，真的假的？对啊，那只能用另外一个。哇，结果你唱了两次欸，好亏。对啊，我唱了两次，然后这只附顶级了，然后结果现在给魔了。我知道，我知道，他旋转你了。转圈圈，不能从智齿给他补潜能吗？好像不行哦。哎，不行！哇，亏，哇，就是一般烂，烂了啊！好吧，这个就不磨了，没办法了，给我亏烂，不给我，我也没办法了。你要我再充一个效率十的稿子吗？我才不要嘞！亏烂，要直接磨没有潜能的哦。没有啦，因为也只有我其实也只有我这把啦。我起这个是很早期的，很早期的。嗯、啊、我这一个很早期的刀子啊，那、啊、之后也是重搞一把，嗯，对吧、啊？我是没重搞啦，我记得那个这个我好像是那个时候就在家里，就是那个时候我搞到都没钱，然后就硬翻出一把，然后刚好就冲上去。哦，对，就是其他有潜能的我全部都冲爆了，就没法得，没有法子，对呀，摸一半都完了啦，还用啦，只是不能再更快而已啦。嘿嘿，极限了，他已经很快的了。他已经很快。棒棒，没有，没办法用真能石啊，因为他没有基座。对，这个比喻好像他是版本前的东西。他没有插座，他岂不是要打副本吗？啊，对啊，对啊，哎，等到你可以那个了，哦，可以了吗？哎呦，哎呦，立马改。立马加加吗？转圈圈了。然后等一下他就直接磨在那个潜能上，就爆开。哦，那就是认啦，自己的没办法的。我的电灯在闪，在闪，他炸毁。哎呦，这个魔药就不掉猎杀喽！快跑！那里猎杀喽！那里是不是出现了上下颠倒的洞？
我看一下 EAF 好了。怪奇物语啊，杰哥！我这时候，那个拿起广播电台，然后说：“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天大团团，有没有听到？阿基摩尼转圈圈是什么呢？没有。哎、欸，真的是潜能数值，真的是摸到潜能数值，那就没啦。这个就是运呐、啊，就是命呐、啊，命呐、啊，怀孕呐、啊，冰冰就是运啦、啊，怎么了？冰冰，哎呀，哭啊！那么听起来你很勇嘛？哎呀，啊，等等，到冰冰是谁啊？不知道哎、欸，得得得得得得，你有没有去看那个、啊、他们星座的影片？那个杰、啊、哥不要啊！哦哦哦，那个有啦，只是我没意识到而已。哦意识到哎、欸，你可以去听很，很赞，很猛，很厉害，蛮好听的哎、欸，对吧？有人在地狱吗？没有哈，我在地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你在天上飞吗？我在岩浆边，等我一下。我在水里游。你看他至少有告知，真的奇怪，我们有一个伙伴，整天想看人死，对、啊，他不见了，还偷笑。嘛，偷笑的伙伴，那我要打副本的，欸、还在吗？是在讲我吗？讲你啊！啊我刚才放空，什么东西？打副本。哦，好。打副本的，快去。我要从下面看你打副本哦。从下面看，从下面看。我在叠我的碳圆，那碳砖。好好好，跌到这么高！哎呦，哎哈基，哎炭治郎，是啊，他应该在挖炭的，对啊，他在挖炭啊，是啊，是没错了。那你妹还好吧？我没有妹妹，我没有妹妹，哦，很凶哎。哈基有没有看到我？我在打架。不行，看我。你要说没有啊？你要说 Nezuko， 这个 Nezuko 听起来不不 ，Hazuko， look at me， 哎呦，炭治郎，炭治郎，烦哦，好烦，这个云头在哪里啊？这里吗？云放在哪？我知道丝绸挖不出来经验啦，我知道啦。回家挖回家。对呀、啊。哦。挖一下包包就满了。哎、欸，好了，哈基可以看我了。那怕你新手不知道嘛。斜下，斜下，斜下。我看到，我看到了。不行，再看。打完了，打完了。你给我看。你看到，看到。这样。哎、欸，这个就跟。这个就跟每次只要我在麦块的世界里盖房，他们就会说、嗯、你的没对称，你的没有对称不行，我不能接受。北七太没有经验，我还点我高干嘛？太没有啊，太没有，太没有，我一大堆碳。好了，没有，我当修装。可以，可以，装备修一修，把幸运搞修一修。耶、yeah ！我想说碳不是没有技能金石。没有，他是要那个挖矿经验而已。挖矿经验吧，挖矿经验也没有啊。怎么潜能晶石我从来没挖到哎、欸？有吗？他有经验值啊。你是说等级经验吧？啊，你是说挖矿吗？挖矿经验啊。对啊。没有有吗？没有啊。没有吗？他刚挖完那么多，应该没有。对啊。刚有跳。就是你原本设定他是要有的。他是矿没错，但是他没经验。对啊。现讲也来不及了。已经挖完了，没有挖完了哦，改好了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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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我拿丝绸稿挖回来。你要改吗？你要改吗？你要改吗？你要想一下呢。虽然哈基原本是预设是有还是没有啊？好好奇，原本想要预设。印象中我是设定，我看一下哦，铁、红、金，毕竟它是石头里面的东西嘛。哦，对，没有，是没有。我记得煤矿好像那时候是没有。没事。那石英有吗？
声音有，声音有，声音有啊。U，U，U 的那个也有。只要再一等，啊，原来我怎么就可以开这个？啊，怎么再一等？刚刚那个魔咒吗？再一等的魔咒，再一等魔咒，再一等魔咒，啊，这样。红双喽！啊，我觉得我需要把我的稿子征收回来的。来，征收，征收，我快要把这边挖完。征收，哎呦，烧好烧，稿子征收。嗯，哇，怎么两次？哇，两次白字！哇，你是在 Hello 啊 ？Hello 啊 ，Hello Hello Hello， 这样才对嘛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哎呦，哦，这样才对嘛？这样才对嘛？太不对了，不对，爸！哎，我有翘翅，不是我没翘翅。哎，保底我要用哦，不要用哦，我要用保底哦。他继续冲太久了，冲太久了。我觉得跟他翻脸两力，翻脸，也翻脸。还冲那种耐久哦，真的是死碎了。他唱的就这样不是吗？误会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去冲了。是个误会。有啊，经过那一次的经验之后，现在大家都会大家都啊，你怎么又死了？你怎么又摔死了？不是你跳船255吗？我撞墙，不是255就不会撞墙了。没有，我在地狱飞撞到墙壁。哦，是动了，是死了。那个就没办法了。一头死好多次哦。对呀，我已经赔了三颗。今天交很多学费呢。没事啊，今天赚的也不少了。是没错的，是没错的。看，箱子已经送你医药费了。你给我被先摆来放着、啊，他在提醒我打副本。你还剩八分钟、哦，你还没打，我剩八分钟，你刚刚、啊。我想说快十等了，先十等，然后就死了。对啊，嗨的嗨的嗨的，强力卷八十五，要么爆，要么。啊，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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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再来 ，nice nice，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换个领个钱啊，然后钻石喷出来，等我一下。等你等你等你，啊，直接盘我好了，好，来一张，来一张，耶，赢了，你的效率卷好像比较，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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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哦，哇，五四十四三三，哎呦，你的这个怎么看起来快坏了？对啊，所以我才上修补的，哦。哇、哦，你二哎，大成功哎！哎呦，我应该大成功都会加一台队哈。好，我来设计一下就好了。应该设计一下，反正大失败是会爆吗？大成功，那刚好大成功应该可以。对，还刚才有说什么需要那个啊？有东西。刚才有说什么想要写可以试试。拍谁？你怎么着起来？看矿物的。啊，看矿物。这是钱是你的吗？还是我的？望远镜，我的啦，我的啦。没有，因为我传团团，他在挖钻石。哦哦哦，我还没挖啊，我还没开挖。哦、好好，那就是我的，好，没事没事。哎，不要哭啦，三次而已啦，他寄都送保底箱了，好吗？团团，你挖完了吗？还没。我还有很多，在哪挖？我刚刚在乌龟池旁边，没有乌龟的乌龟池，那也是海龟啊。没有乌龟池，乌龟池。第一次调到印度，然后位移率58，好像会减少，就是这种电音的感觉。印度的，
印度，这是什么神秘的？神秘的。可是我们去其他地方，其实也延迟蛮多的、啊。哦，可以试试看看。印第安吧，印第安是这个吗？嗯。好，我以为你调到五八，为什么这么奇怪的数字？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说，到底是第一个把它测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对啊，那他怎么调这个数字的？好像挺正常的耶，神奇哦！先看一阵子吧，看看长时间的才知道。对啊，好酷哦！好像我现在听刚每一句咚咚咚咚一两个音，怪怪的，现在好正常哦。你称赞他了，你完了，完了，要垮了，惨了，危险了，他要撑不住了。我们要为什么打屁屁？我们家旁边有奇怪的柱子，还两根啊！没有，我要挖，要挖嘛，先全部叠一叠、啊。所以刚刚的探柱就这样来的啊，对吗？啊、你看，所以我是黄柱，那不懂。那我这个是柱音台，柱音台，直音柱啊。那我梁是梁山伯吗？柱音宅啊，梁柱哇，那这是梁柱哎、欸。那我去叠一堆土。我先问一下哦，你们两个有没有睡过觉啊？我好像有睡过。晚上咯，我帮你睡一下。别人要来咬人咯，要被撞下来咯。啊，我想看哎、欸。不行。天亮了，天亮。这样要叠到多高啊？好好。二五吧，最高就叠到二五而已啊。啊，可是我现在已经超过了、欸。真的假的？我现在已经到300了。可是那个限制没了哦，对。那个限制没了啊，320，320，300多，对，对，我来射箭吧，我来叠射箭游戏，你要叠土干嘛？要不会练经验？他变土，对，土的柱子啊，他变成土，对，哦，好像地上等下全部都是石英哦，因为，我好像也这样，哎，好啊。哦，对对对对对，你看那个他们进来的人想说我们到底在干嘛？这边都是要不要？好像歪歪歪在往上叠，他们在做坏事。没有啊，歪在往上叠，身上还有没？等下，你们会不会在上面？你们会不会在上面观台啊？最大建筑高度319，他讲哦319啊，站的那个320这样，没错。哦。嘿嘿嘿，没办法、啊，我高度没那么快啊，慢慢挖下来。Hello world， 你好啊，世界。还有哎、欸，有人在掉石英屑下来啊，头皮屑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头皮哎，因为继续看哦。你们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乖乖的，屑屑掉，我先帮你吸好了。哦，剪一下饼干屑屑。那我要先问一下，你们真的是在下面附岩浆吗？如果是的话，啊、我不能放介复盒，先放着，不然怕掉下去。介复盒放着。没有，你往下挖不就看得到了吗？没有，刚刚太高了，看不到。哦。所以你们要帮你把那个掉下来的东西烧掉吗？啊，你等一下，不用啊，你我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的话，我就不要放介符盒，然后怕 我,、哦、我放了挖掉之后没吸到，直接烧。有水啊，介符盒没捡起，可以用水啊。冰棒，是那个东西可不可以直接强制当掉落物拉抗火？哎、欸，好棒、啊！哇，全部都有遇水效果嘛？哦、至少介符盒啦。介符盒对啊，不然你要丢垃圾，你都烧不掉。对耶，你就没我们现在就变以后整用的是掩埋场的方式了。真的，都只能等五分钟。小雨，你还要再往上叠吗？要结束了呢。快了，这个剩一点点而已。不行了，快，可以一分钟。再挖了，他很快了。猪猪姐。还有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我没办法管他啊啊！等一下，
你还想搞事啊？哎呀，你怎么退步啊？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效应没有被挖开，肯定是有问题啊，肯定有鬼，肯定有鬼啊！没鬼，你们两个在这边看这么久啊？没有，我只在捡垃圾的。那你要石英吗？我有很多。啊，应该弄他的啦！弄他的啦！哎呀，用谁呀？谁啦？用谁？用谁？用谁呢？还是你啦？该拔牙了吧？是。哎，对，你要拔了没？哎，没有没有，你要拔了。没有没有，他真的不能去拔了。他后面有几个，这样算一算时间不能拔了。他现在太晚，被他拖到了。对对对，他要跨完年后才能拔这样子。No， 哦，可惜耶。哎，小雨，你的石英怎么办？啊？有石英嘞？在哪里啊？在我身上啊。哦，你可以丢给我啊，我把它合一。不是，你身上就很多哈。我在你家。我身上剩三个。好啊。不然你在我家随便找箱子，有空的就先把。不要，给你。哦，好吧。哈基大喜。耶耶，哈基开心耶！为什么这个月要慢一步？不然直接讲哈基大喜，感觉好像她怀孕了一样。大喜大喜，恭喜恭喜恭喜！哎，好了，那个我加码送你东西。哇，你吸得很快呢。哇，邓仁明的 skin 怎么变以前的？我怎么吸满身的东西啦？送你啊！你不是建材很缺？阿茂给我了，给我了，好不好？建材很缺啊，送你超多的哦，超多的哦。你的确有点想改石英的建材啊。没有啊，那给你啊，那给你啊。那给你啊，我这边还有。反正我拿回家也没有啊，我这边还有和好的石英哦，很棒。和好了吗？他们刚吵架。他刚吵架。对对对，他们刚分开了，我现在帮他们。我帮你合一合，我帮你合一合。这里这里。大喜。哎，做好了。这个石英跟你的牙齿一样亮白哦。好啦，今天等一下，我滑不上去，跑那个。今天到这里啦，感谢大家。耶耶！下一半应该就有遗迹可以玩了。好，耶！休息。啊，好啦。待会没有要加开啊，应该回去继续睡吧。好冷，真的好冷哦！刚刚就是打哈欠，结果有烟喷出来，你知道感觉多冷吗？哦，啊，也辛苦各位来看台啦，感谢感谢，对吧？累累病，这个帽子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这样穿好色哦。就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拜拜，多穿一点哦。其实我现在是穿短袖搭外套啦，对啊，等人来让我抱抱这样子。大家晚安啦，拜拜。我原本是想说回来把那个钟乳石，就是放在这一区，这一区就是挖宽挖大一点，然后这边放钟乳，有没有就很好看了。对啊，下礼拜吧，下礼拜弄。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等一下，哭啊！我看一下有谁开台哈。达达有开台。诺音开了没？还是诺音今天休息？等一下哦，好，没开。那我去达达台湾吧。哎，摩卡有开哎，好啦，去这边打招呼，打完招呼要留不留，看你们。这什么？过来，你给我过来。韩文，过来。晚安啦。晚安，晚安。